基層學生的成績不在這個制度下面可以 capture 到他的天分之後呢，我們發覺他根本沒有資源去參加課外活動，或者去家裡沒有那麼環境令到他對世界有一個更大的認識，其實很缺乏一些真正的人才走到去最前線去了解前線老師面對的困難和基層學生面對的需要。我們希望我們的項目老師計劃用一年的時間真正去了解基層學生和前線老師的困難。其實第一個就是 teaching， 就是跟普通老師一樣是入課室教書，第二個就是課外活動，就是 ECA， 我們會帶給學生多元化的課外活動，就給他們不同的體驗。第三就是 LCE， 就是生命教育和生涯規劃，就希望可以給他們更多 exposure。而家咧，我哋就會由三間學校啦，去到六間學校嘅。咁我哋好期待咧，我哋會更加多嘅年青人會加入我哋嘅計劃啦，而令到我哋嘅計劃可以去到更加多嘅學校。第四香港感受。